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商恩，专心图人那一个。今天我们带来是大家敲完的图人打野。之前呢发的都是中路影片，这部来个打野的。打野的呢基本上跟中路玩法非常的相似，只不过呢我们等级会更高，竞技也会更高。毕竟呢我们是打野嘛。而且呢玩打野的话不会被中路兵线所绑着，那代表呢我们可以更频繁的打架。一开始呢我们刷完一轮野怪，魔龙准备要出来。我们这边呢觉得前期打架还挺强，阿杜呢前期也挺强的。前期呢他二技能护盾有普攻增伤，相信很多人呢已经忘了这个阿杜恩的技能组。反正呢阿杜恩是一个技能挺难中的英雄，不好中，可是如果都中的话呢会非常的空，有坦度，不过呢有条件，就是一开始呢成功抢到个魔龙。那我们回去继续刷野。首先喜欢影片不要忘记点个赞，这部希望可以募集到800个赞，还没订阅可以考虑订阅，左下角是我们的 IG， 欢迎追踪。图鲁呢它的一大关键就在于叠被动了，你们注意到了我们可以很频繁的身上尽可能的有5层被动，可以透过小兵啊野怪啊来叠，野怪是很好叠的，毕竟野怪不会动。一技能如果贴身3发动命中呢可以直接获得3层，也有办法呢可以远距离获得3层，自己抓到一只呢水量不是很好的一个成功把它带走。敌方这一场呢是潘英，理论上来说呢潘英是克制土人的，毕竟呢潘英可以降低魔伤。这边呢在队友的帮助之下成功收了他们的潘英，剩一滴血的皮皮最后呢被我们的阿杜恩带走，射手也剩一点血。目前比数7-3，前期我们有5个参演团，还可以吧。这也是图人的贺宇新尊造型，挺好看的。没意外的话呢他应该是我最喜欢的造型，很长一段时间应该也是，毕竟图人最近也没有什么新的造型。我不太喜欢呢太浮夸的，比如呢把我们自己变成宇宙人或者变成火焰龙这种的，像这种呢有一定的强烈的个人风格，有一定的特效但又不会太夸张，那是最好的。希望呢可以多推出类似图人这种的造型，给一个物体怎么样，一样的白色仙剑的主题一定会很帅气。希望呢物体可以来一个，说真的莫拉的话呢也有仙侠造型，那我觉得那一位还可以咯，他太黄色了，有点像三翼黄色闪电了。这里呢我们中路应该是来不及推了，敌方会赶到，偷点一下来个盒子，往后拉给盒子一套，盒子其实挺残的，再往后拉一个回声一技能，最后呢我们被收掉，但是呢拿到2个头还可以了。比数14-14，虽然我们一直有在杀人呢，可是敌方人头也不少呀，看来这场是一个硬战。OK， 先带走残者 PP， 后来追我们的潘英，一并抽到敌方索文，竟完成4连杀，好可惜，差点能5杀。主要是我们玩本号太常被针对了，很多人呢是用命来换我们，比如呢每个都像麦克斯一样冲进来自爆式的打法，所以刚刚呢猴子有隐形的情况之下，我们又没有看视野。我是估计猴子呢有可能要用命来换我，所以我们再拉开去推兵线。比数呢依然是咬得挺接近的，好像我们没有什么特别的优势，而人头呢都集中在我的手上，那代表呢我们更加不能死，死掉的话呢会很亏，可能就会打速团战。先拿个龙，拿个凯撒。图鲁呢其实吃凯撒的速度还挺快的，主要是要伤害很高，如果能够一直贴身的一二技能呢那也是可以的。那尽可能的在清完兵吃完野的时候呢保持身上有被动，图鲁带着被动啊，如果遇到敌方英雄不管是潘英猴子还是奈克尔斯甚至主卡，身上有被动呢我们就能够打赢，相对的没被动的话呢就比较危险一点。
如果敌方冲前来给我们一套呢，我们也是会被秒掉的，毕竟呢本身就是停车一匹。出装的话呢，可能要至少出一个生命法杖或者凝霜保住，避免被秒杀。OK， 这一波敌方猴子硬换掉，猴子伤害挺高的。这一波敌方没有打任何人，我们五人全灭。那敌方也推到我们的中路高地，已经掉到中路高地，甚至敌方比输反超。突然间呢，就变成了逆风局。这是我们以前发影片说过的一个问题。图伦擅长的是呢消耗、收割跟杀人，如果要点塔的话呢，可能也要靠队友。比如呢，要靠坦克往前去占视野，要靠射手来点塔。图伦呢跟主卡有点类似，偏向打架型的英雄。如果要说是推塔跟分推高手呢，那可是纳克罗斯还有兰多的强项。这边时间拖得有点后期了，我们基本上呢大概中期开始就可以秒人，虽然到后期依然也是可以秒人，只不过呢敌方也开始可以秒杀我们，所以要特别注意一下。左半部呢是完全没视野的，我们再帮忙打个团。 OK， 皮皮倒下，被动电死了潘英，我们身上有被动呢就可以往前压，发现猴子在右草。潘英，哎，那不是，那是一哥才是。不过他们的守门也挺有义气的，直接冲过来帮忙挡。蓝 buff 还在，图伦呢也是会怕蹲草，怕被蹲。下一个凯撒出来了，找到个潘英，潘英太冲已经倒下。时间拖太久呢，我们装备已经太满了。后期的话呢，复活甲跟宝珠也是挺需要的，尤其是拖到20分以后的大后期，复活时间太长，不能因为一个失误被蹲到呢死掉就直接游戏结束。这边在有被动的情况之下呢，直接秒了他们的一哥，可惜是这边我们大招进入冷却了，我们在后面帮忙输出。你们注意到呢，我们在输出的同时也尽可能把被动叠起来，维持身上有被动。被动呢是我们的重要输出手段。那打赢了不团战之后呢，我们把魔神凯撒清掉，最后呢一切回到原点，依然是5打5。敌方很冲，猴子跟潘英直接往我们的方向冲，过程中我们不停的打，不停的回火，最后呢潘英先被秒掉，猴子活了下来。我们的射手呢也只剩一滴而已，相当的惊险。这时候呢我们的阿杜恩在追敌方的射手守卫，猴子带走他。 OK， 这一波呢出乎意料的打赢了。这猴子打法呢有时候有点冲，有时候却很谨慎，比较不好，比较难抓他的动向。像有些巅峰赛的猴子呢，冲的就是冲到底，贵的人就是贵到底。我们不太怕贵的猴子哦，毕竟贵的猴子呢位置也没那么高，很冲的呢才是，他一不小心暴击呢可能就直接把我们秒掉了。中了摧毁珠宝，游戏结束。而这场呢我们成功获得了17杀，差一点五连绝世。图伦这把的罗文还是相当的强的，如果你要单排上 S 的话绝对没问题，走中路走打野都是不错的选择。我个人觉得呢两个路线都可以，目前我玩图伦的话呢更喜欢玩中路多一点。那我上恩感谢你收看，我们下次见，祝你有个愉快的周末，拜拜。